提高我的汉语水平和交很多别的学校的朋友嘛。大家好，我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学院的林信来自缅甸。冬奥会是在世界上的很大的运动会，我在国家缅甸没有冬天没有雪，所以没有冬天的那个运动。所以我想看那个冬奥会是怎么样，还有运动是怎么样，我想看。第一天工作的时候，我有很多担心，有压力，因为我的汉语水平不好，所以工作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有可能会有很多困难。但是我的经历和朋友们、同学们，他们给我很多帮助。我如果我听不懂的事的话，告诉他，他就帮助我。很喜欢那个于先杰祥，他是那个华冰的运动员。我觉得他华冰的是真的好看。所以我很喜欢，我也想看他的比赛，但是我不能去看，所以我看那个在电视那个TV。